大家好啊，华记啊，而家咧就喺呢个上海嘅周庄水乡啊。咁啊，如果有啲人唔熟悉嘅咧，其实呢个咧就系当年咧，大概系八九年前系汤告老师职业特工队第三集嘅攞景嘅景地。咁我而家身处地方咧，呢度咧就系一条叫好出名嘅双桥啊。咁啊，周庄系水乡啦，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桥。咁啊，呢个双桥咧，其实佢有个典故嘅。咁啊，特别是咧有个画家叫陈日飞，前面有佢一个纪念馆，咁啊讲咗一啲嘅故事。咁但系今日咧就我就想讲下咧，就系喺上海遇到一啲人同事，就有少少改观啊。即系因为我认识嘅上海人或者內地呢，呢排有少少改觀。點解會改觀呢？就是因為即係好少人呢係會係完全係冇任何利益底下呢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啲嘅關懷。即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，我呢兩日呢就遇到一對夫婦。呢對夫婦呢係小康之家嚟嘅，個太太係香港人啦，嗰位先生就係、是、上海人啦。咁年紀都係四十零歲啦。咁佢哋呢，即係我哋大家唔會有生意來往嘅，咁但係佢就好支持香港。咁佢就話其實大家係一家人，咁啊我都唔使講話抱歉，因為香港做啲嘢好對唔住祖國。咁啊，佢哋嗰一種比較係真誠嘅態度呢，咁我識分㗎嘛，做咗咁耐人係嘛，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啲善你呀，咁即係有啲真有啲假，咁我都識分嘅係嘛。咁好耐好耐冇見過呢一個純朴同簡單嘅感覺，因為即係做咗生意耐嘛。咁啊，佢哋呢對小康夫婦呢，就係嚟姊妹搵我傾偈啦。咁啊，跟住昨晚又搵我食飯啦。咁今日昨晚食飯都應該我請嘅，因為我哋好多人啊，兩轉，但我埋單搶輸咗，咁俾佢搶贏咗，因為佢用支付寶，我用現金啊，輸咗俾佢。咁我想講係咩呢？即係唔係話請唔請食飯，好閒啫，請唔請食飯。即係佢哋嗰種熱情呢，係話喂，我哋係好支持香港你哋呢一種聲音嘅話記，即係話記你哋呢一種聲音，你哋正常人嘅聲音呢，我哋內地同胞係好支持呢啲聲音嘅。咁啊，佢嗰種真誠係好搞笑。佢喂，你如果喺上海要啲咩幫手或者資源，喂，我唔係成日揾人幫手，但係通常我幫人哋噶嘛。咁咧佢就話：喂，你要開車咧，我就俾條車匙你，你隨時攞去開。你要邊度咩資源咧、場地咧，你話俾我聽。喂，三唔識七嘅大佬。咁你話喂，會唔會無事獻殷勤啊？咁啲大家冇咩利益，佢做嗰行我就知佢做嗰行啊，對我哋對即係我哋唔會有咩生意上的往來或者利益上的關係，肯定是沒有的。他這些小康之家呢，他純粹是舒緩一下自己支持香港那種愛國精神。即是其實他們這些是比較是順朴，這些人呢很少見的。其實現在我很少見到這類人，即但我發覺這陣子真的發生了事就會體會到是有這些人。咁另外大家睇到呢，就尋日呢呢兩日呢，就香港有幾間大學嘅代表呢，就舉辦咗個記者招待會，就諗住邀請台灣嘅代表啊，同埋會唔會台灣有啲大學啊可以做交換生啊，將香港而家呢啲學生啊或者勇武啊，咁可以台灣有條出路啊。咁好搞笑，因為台灣蔡英文呢，其實呢班友呢，香港呢班咁嘅黃絲港獨全部做曬台灣蔡英文嘅競選嘅助手，因為呢班友全部係助選嘅。但係呢就蔡英文就用完即棄啦，睬你一傻啦，嗌我台灣幫你香港拖，你發癲咩？你班僆仔瞓醒未呀？咁咁冇任何人出席
香港呢啲咁嘅所謂幾間大學嘅代表嘅會議。咁啊，另外咧就出咗幾份嘢啦，就香港交通銀行啊炒咗條友啦，同埋就中資銀行就倒住一切嘅香港嘅畢業生啦。跟住就幾個國家咧就譬如美國啊，或者有啲地方嘅某一啲嘅大學咧就話明唔接收呢啲咁嘅學生，同埋有一啲嘅外資機構咧話明唔要香港呢啲咁嘅畢業生啊，或者香港人，全部係攬炒。咁我哋香港治安又急跌啦，咁各方面種種跡象顯示，佢哋呢一班人都係有破壞冇建設，全部嗰啲嘢咧都係自己呃自己嚇。殺人放火，奸淫掳掠，就話自己係英雄，當自己係烈士，當自己孫中山，件件都咧，好似中咗殭屍毒咁行屍走肉，冇曬思想，幾高學歷都嘥氣嘅，因為嗰班人支持暴力，160万人都係嘥氣，所以咧，今日咧就即係睇到呢啲。我哋中國呢啲靚一面啦，啲僆仔邊嚟過啊？睇下職業特工隊啦，湯國老師嗰套戲都喺度取景嘅。雖然10年前，但今日咧，其實佢係 keep 到都仲係好靚。好啦，今日畫記喺周莊嘅雙橋，喂，嘆杯茶先啦。呢度哇，係幾有詩意啊！嘆杯茶先。哇！今日咧就喺呢個上海周莊水呢、這個叫咩樓啊？水咩樓啊？米樓。米樓，小米樓隔離咧就有一個沈萬三，即係喺呢個明朝嘅首富沈萬三。咁沈萬三請客咧就用呢一個豬蹄嘅，呢、這個叫圓蹄。咁啊，好似成個德國鹹豬手咁嘅。哇！喺而家呢度得幾度？熱辣辣，食翻個。哦，滷水豬蹄，哇！呢、這個叫咩名堂啊？萬三蹄，哇！真係有林。咁我入下 zoom 個近鏡睇下嗰啲啊，嗰度成盤。以前幾百年前啲有錢人請人食呢只嘢都不得了，到今日都係咁正。嚟到周莊，記得食呢個圓蹄，沈萬三請客用嘅，好正，滷水。日本追尋21世紀遊閒快樂，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。無論係投資、創業、置業、留學、旅居。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质生活。酒井法子欢迎大家来日本，一起去寻找快乐时光。世界流行地球村，究竟哪里最适合香港人的 second home？ 当然是日本了，想来东京大阪享受高品质生活，无论是置业或者创业，我杨官都可以帮到你。 WhatsApp 查询6683-1882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